今天麦克带我们来嘎啦，很多年没有来了咯。到了我们嘎啦哦，最高级的西餐厅就是这个 KFC。哈哈哈！多年了，太多年了。20多年了。哦。他还没有进来之前呢，没有 KFC， 我们有什么呢？妈妈家乡鸡 ，OK， 妈妈家乡鸡啊。那些也是那个年代啊，非常特色的啊一个产业啊。看，今天带我们去喝茶。好，走。现在我们要去一街喝茶聊天，很久没有进来这边了。真的是，哇，变化很多下哦。不过旧街没有什么变到了，刚才前一还是一样，两排店哦啊，只不过呢多了一样东西，以前呢只有那边一间的这个回教堂哦，现在多了一间在那边哦啊，那边一个，这边一个啊，为什么那边一个呢？等一下我再跟你讲故事。嗯 ，OK。过马路啊，还是要看左看右啊。我们来夜街喝茶了，今天。就算红灯响了，还是要看左看右啊。有卖蛋挞。我们订了蛋挞，还有烧包。烧包。也不很干 ，OK 的啊，里面那个馅。那个，外皮酥脆。酥脆，里面看。很多馅，还是温热的，还有蛋挞，他们点，也不一样的皮哦，很多层的皮，好吃就，不很甜，很香的鸡蛋味。啊，那非常欢迎哦，来到我们这个嘎啦很出名的这一个餐馆，叫一记啊。这一记，这里是老店哦，就是总店哦。像一记这个老店，其实是很多很多很多年了的啦。OK， 就是应该传了三代人了。OK， 那我是10岁才搬来嘎啦的嘛，像我搬来嘎啦哦，那时候刚好啊。一季的其中一房人呢，就住在我家对面啊，所以我们是邻居咯。将邻居就要关照一下嘛哈、哦。然后刚好我跟对方的孩子哈、哦、是同年级的，就是我在上课的时候我是第一班的，他是最后一班的。这样他的妈妈哦，为了让他的儿子哈、哦、可以跟我多一点在一起学习啊。所以他妈妈就给了一个很好的条件，我们就是什么呢？我们每次放学午餐 ，OK， 我就是可以来这里吃饭。然后这家餐馆，你刚才看一下，其实它当就是到现在为止都是嘎啦最高级的中餐馆 ，OK， 是真的很有名了。然后也现在他在云顶半山啊，在 KL 啊也有很多的分店啊分行。像当初呢 ，OK， 我可以在这个餐馆每天在这里打卡吃饭，这个是什么排挤哦，有钱仔哦，一个字绝。所以呢，我这个富二代的。啊，形象就很鲜明了，是不是啊？然后再加上哦，就是啊，原来他们不知道嘞。那时候我进来吃饭呢，我只需要，反正我进来只点一碟饭呢，要么焖饭，要么炒饭，要么吃面呢哦。啊，我是跟他们家人一起吃的，在不是在这间房，是在一个储藏就是柴米油盐的那个。酱料房里面跟他家人一起吃的，哇！不过我是555那个猴仔记账的，OK， 而且呢我是什么家属价格 ，OK， 家属这样格，所以呢当初大家以为哇我家里很富有啊，很富裕啊，然后我就是这个以塞走啊这样子哈、哦，
然后直到长大之后，啊，干了这个什么呢？四财之罪 ，OK， 啊，叫废柴。又要唱歌，又要换水机，我一个歌星，全能噶。傻啦！加十题废柴之手，你唔识啊？啊，哪个四财呢？就是废柴、庸柴、蠢柴跟害柴。OK， 那四财之最叫废柴哈。哦，我还被誉为十大废柴之首，哇，这个就不简单了哈。所以我就是这个嘎啦十大废柴之首 ，OK， 所以我们讲一句话，四柴之最，废柴也 ，OK， 废柴之首，学儒也，有道理。那当然，这家店很出名什么呢？在以这个芙蓉烧包还没有成名之前，啊，它的烧包就很出名了 ，OK。嘎啦烧包是 当代、哦、没有人不知道的，连黄日华、王日华、啊、来这里云顶演出啊，那时候是那个蛇雕英雄君是不是、啊、他来这里演出哦，都两次来了这里吃这个烧包、啊、然后近代这里出名什么呢？近代这里呢除了出名榴莲蛋挞之外呢，就出名了一个叫做桑哈桑米 OK啊，相传呢，这个桑哈桑米啊，就是吃了3000多块，哇！放上网络，大家就一起开骂了，一起去抹黑他了，啊！然后就有很多网红来排队拍，到底是不是啊这样贵啊？原来事实上是什么呢？事实上是因为点了27碟，啊，一人一碟啊，一人吃一碟，因为太好吃了，啊，他们说点一碟分不。不够过瘾，所以点了27碟，一人一碟，啊，买单3000多块，正常啦，哦，正常啦，上哈上品啊，哦，这样当然啦，我们这里是大路边啦，有很多的老套呢，啊，老街坊呢，喜欢在这里呢，就是啊，一人一壶茶，你看他不是一壶茶几个人喝的，是一人一壶的，你看到吗？啊，那一人一壶茶，就在坐在路口啦，聊天啦。啊，看热闹啦，看八卦啦，看废柴有没有回来啦。啊，这里就是嘎啦啦旧街。以前呢、啊，我们呢、啊、没有 highway 的时候，就是走这条路啊，过6个小时才可以到吉隆坡。现在有了 highway 哦，3个小时都就到吉隆坡了。哎呦，太长时间没有过来这边了。刚好今天嘎啦，麦哥要回嘎啦。走走就跟他来这边吹吹风啊！我来万安堂买药材，买个。要买多少个地方中国的？你要补什么？包括谁啊？嗰个西洋参。系啊。哦，所以冇味。嗯。成到啊。哦，包括谁？佢成日同我讲，我哋呢度嘅纯啲比较好啲。嗯，五爪金龙啊，这边就五爪金龙了，咩叫咩？有啲人叫神仙索。神仙索哦。犀利咯！可以食咩啊？呢个？烧盐，清盐，哦，烧粽啊，嗰啲之类都得嘅。糖尿病都可以食，嗯。要、嗯、有咁嘅效果。靓靓靓！我印度铺头就睇到好，我佢哋啊，唔知咩名。佢通常系一条一条嚟冲啊。冲水饮啫，呢个。一次咧系6条咁样样啦，冲水饮啦，冲热水啊。嗯。啊，有啲人有啲大街边啊，咪买得起价钱啊，神仙索啊呢啲。嗯。神仙索得。可以啊，可以。啊，以前我们讲要去娶人家的老婆啊，要娶人家的女儿啊，要托几包米过去娶人家老婆。今日托包米咧？今日托包米翻嚟俾老母。哇，时常小时常吃的。我是客家人呢。狗脆饼啊。哎，客家人。这些是不是干的，这新鲜。我们刚讲这不是盐水，那么高的地段啊，都是盐水啊。盐到来。哦。哇，够力了。啊，收。
这边几乎是淹完了，然后后面那一排就是淹到屋顶，然后那个店呢就淹上一层楼。够力啊！所以我们这里是四十多年以来不曾淹过水。我们以前讲，如果我们这里淹水的话，应该干了就淹完了。嗯，因为我们这里山坡来的嘛。够力啊！啊，但是竟然还是淹，还是淹，四十年见这一次啊！希望不要再来、啊、不要不要了，四十年一次，不会再来了啊，主持人难得跟 Mike Kick 回来他的家乡嘎啦，他带我们去 Long 街啊，我儿时小时候逛的地方啊，就是在这里长大的，我十岁才搬过来嘎啦，也就是啊 Flat 楼区啊 Flat 楼区 Flat 楼区，你这边是靠山哦，这边的靠山了，那后面是山。嗯，以前我们经常去坏蛋就是爬山去，我们的那些学长啊，很坏蛋的，嗯，带我们爬山，然后呢随便找个石头，就讲那个石头很有能量哦，然后卖给我们多少钱、啊？然后上面有个旧的水塘，嗯，旧的，以前曾经有直升机降落过，哦。大马路现在嘿，大马路旧路，就是这样子走的。以前呢，这里挺繁华过的。过了桥这边呢，这里下面有一间卡拉 OK， 在河边的，叫黄河。然后这里呢是一家中餐馆，以前呢这家中餐馆是很出名的。然后这个就是印度小学，右手边，印度小学，这边有。地母娘娘，这个地母娘这个地方哦，他们是来问神的、啊，嗯，他们 KL 也知道他们的哦，所以 KL 也会特地下来这里去问的。OK， 就是这家了，地母娘。OK， 看到了。地母坛呢、啊？地母坛。啊，这样地母娘它是挂号的，你早上去拿号码排队，拍完了号码就没有了，你就 next day 请早。OK。这边呢，里面呢有一个很文化的地方啊，是我们前文化局局长的他的老家。哦。他把他在不知道是伦敦还是格兰丹的老房子啊，嗯，原封不动搬过来这边。哦。因为那个房子呢是笋河的。嗯、就是笋界的、哦、然后他那个房子哦，因为他的祖先其实是云南人呐、啊，嗯，啊，然后他也回去他自己甘榜了，啊，他叫达多纳吉吧，哦，是他不是纳吉吧，他以前是教书的，我们的老师，像他的祖先祖宗其实就是这个云南人呐、啊，啊，云南人，所以他们是知道的，嗯。什么地方啊？这个就是刚才我讲的那个老师他的那个居住的地方嘛，然后他现在把这里打造成了一个文化基地啊。哦啊，文化基地，所以他在这边呢就是有画廊，哦，哎，有那个染布的那巴迪啊，哦，巴迪啊，染布的石染啊，那是染布的地方。就在这边，就是这个地方。它这个算是一个艺术坊啊，艺术坊。就是这一家啊。哦。它现在刚刚建的。哦，可以进去参观了。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就还没开始呢。已经一步一步在建了了。哦。建得很好了，你有经常有一些云南呐、啊、的活动啊、嗯，那些什么都会在这里啊。啊，在地上呢，就是这个地方啊。啊，你开就是一个叫什么巴拉伊舍尼，人家这样、哦、啊。Art Gallery。嗯。就这个地方。哇，很漂亮啊，世外桃源啊，哇。哇，住这种地方爽哎、欸。
哦，还没开灯，这边、嗯、哦，嗯，啊，很有，哇，很有文化气息，对，艺术气息的一个地方哈、哦，嗯，哇，还有书法，还有书法，对，水墨画，嗯。这是我们中国传统的皮影画。对，然后这里会定时做这些 workshop 啊，然后之前有这个活动，就是这个所谓的马钟，看到吗？那边马来西亚跟中国昆明哦，啊那边一起合作，然后昆明的学生一来就会来这个地方哦，就是进行交流啊。哇，弄美弄好就更漂亮哈、哦。嗯，我来的时候它还没有上面还没有搭好。哦。啊，然后慢慢看它越来越完善，越来越完整。嗯。嗯也有些古董啊。是。啊，这个叫沙利城巴克。哦、这个是一个云南的建筑风格的一个 building， 它全部是这个笋合的哦，嗯，的一个 building， 然后它整个搬过来这里之后呢，在这里加固，然后这些宝屋咯，这些门，你看啦、啊，我很有中国特色哦，啊，这个是云南的吗？在那个格兰丹啊，或者腾甘路啊，你看到那建筑物哦，有这样子的，看到吗？嗯。来，那上面有一个，这是尖尖的哈，尖尖上去的。嗯。啊，这些都是，其实他们都是，祖先来自云南，啊，来自云南。所以这一间的主人呢，他们是来自云南尖川，啊，不过是跟当地人结合之后呢的所谓的马来人哦，啊，他们其实是回教徒了，在云南那边其实也是回教徒了，啊，就有这样子一个传承，啊。这里进去哪里来呢？我爸爸的菜园，就是这边了。啊，这里进去了。现在里面有开始建房子了咯，嗯，啊，开始在发展了。啊，这个是一个 college， 叫 Communication 啊，college Communication。是一个世外桃源的 college 啊！我这边远远一栋，远远一栋哦。是的，就是这个生活上其实没多大压力的地方哦。嗯。养老可以？还不错，还真的不错。嗯。以前呢就没有这个桥了啊。这里，等一下你往回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拍一下。嗯。那边有一座桥，木桥来的。经常断的哦啊！以前我很怕我爸爸过的时候呢，突然间断掉了
有时候发梦哦，都发梦到它的断掉，然后那个车掉在那个水里面。这个现在是政府建了这一道桥咯，八马路的桥。然后这里走进去，开始里面这里有这些发展这些房子跟店屋。哇，很像金马仑那这边，很多菜园呢，种菜的。下到去下面那边那个房子，哦，那边山脚那个临水那边那附近全部是。嗯，漂亮。哇，住这边舒服嘞。现在荒芜了。嗯，算是比较荒凉的。那买哥又带我来吃东西哦，什么地方？文东。这里是文东。是私房菜。啊、私房菜啊。哎呀。什么是私房菜？你看啊，今天跑了一整天了，半日游我跟你讲。又是用餐的时候。哎，又是用餐的时候。嗯。对，人很多啊。是吧，好人。这个私房菜很特别啊。就是私房菜的。OK。真正私房菜。可以。OK， 这里。一个啊，新村里面的一个私房菜了。然后这位老板，这位老板真的是啊，叫做摇腮丸都大了啦。OK， 因为他的爸爸和他的啊前上一代的就是妈仔呀、啊，啊就是妈仔来的。OK， 那妈仔他们已经没有在了啊，就传到给他的这个了儿子了哈、啊。然后就是从啊一间房。屋子，然后加建旁边去，做到现在这样大，然后他的鸡啊，全部都是这种啊，马来鸡啊，啊好地鸡啊，有做运动的鸡啊，是，然后这里的鱼啊，全部都是河鱼啊，新鲜的 ，OK， 都很新鲜的了，然后就一家人在做，啊太太全部在帮忙，然后所以你刚才看到也是很多人。你讲咩好啊？你讲，我唔知咩好啊。墙壁红色吧，可爱哦。哦，墙壁红啊，应该是。哦，这几是。来。啊。可以，还有太敢翻了，太敢翻了，太敢翻了，哈哈。嘿，我哎呀，我问那凯特来讲。开了40多年这边，嗯，真的这地方啊，没有朋友带哦是不知道了，在文东哦。现在这个老板，你看得出来比我年轻吗？30多岁，40了。我真的以前小时候吃过一次啊，过了很多年没有吃过，就是第二次吃。对，吃这个哦，嗯，要在这个地方吃哦，因为啊，你看啊，很少全边这样厚的。嗯，哇，他们都够哦，他腌制到够，嗯。感觉有芋头了、啊，没有啊？我是那芋头味道，是芋头味道还是腩鱼？有腩鱼哦，又很像芋头哦，感觉。哎，如果再焖跟芋头一起，也不错吃这个，也是可以啊。就这个，我那时候就是带着，嗯。哎，肚子、啊。这里呢，其实是我们小时候呢，爸爸妈妈都经常带我们来的、嗯，尤其是下雨天呢、啊。然后，
以前体虚啊，哦，手脚冰冷啊，然后爸爸妈妈会带我们来这里吃这个私房菜，他吃了之后呢，身体要软，软和点啊，软和，要补身哦，嗯嗯，啊，因为至少有气喘病嘛，哦，他气喘病要吃那个，他们讲要吃那个鱼肉啊，哦，那种鱼啊。哦，啊，你知道什么鱼吗？说这里也是有了，啊，它肉很结实一下哦。嗯嗯，这个都是要有姜的，姜厚的话要有点岁月，要有点日子才可以达到这种厚度啊。嗯，确实它们都够了味道。嗯，它肉质很鲜甜。这地方如果没有当地人带你啊，你是找不到的，是吧？或者是谷歌没有啊？谷歌没有。你讲到酒楼嘛，它又不像；讲到家又不像，但是好像煮的菜肴就有家的味道。私房菜？嗯，私房菜。嗯，要真真正正的私房菜啊，嗯，以家为店。OK， 它是应该是星期二是休息的，不过如果你上到来哈。刚好他又有斋了，他又有空了，他是来煮给你吃的。嗯，敬业。嗯，因为他讲，你都这样辛苦，从外地来到了。嗯，他就尽之地主之谊咯，招待你咯。很可惜就是饭哦，煮到不够透。哦。马来西亚很多时候啊，就是饭出现问题啊。嗯。哦，讲到越贵越哦。嗯。很多鸡哦，用越贵越煮哦，就去掉那个骚味。啊。因为很多鸡是用饲料来养了嘛。啊。不是天然养殖的啦。啊。哦。放越贵越啊，就可以去掉那个味道。哦。嗯。所以越贵其实也是好用哦。嗯，真的。还有姜葱一片。哇哇香，够味够味，嗯，真的，我有些煮到啊，真的是没有味道了，姜葱，嗯，有个黑酱油啊，嗯，这个真的是有该有的味道都有啊，有闷到的味道吗？那鱼肉很嫩，这鱼肉很特别啊，嗯。第三道就八菇菜了，嗯，这个太幼了。以前我们住山顶的时候哦，爸爸每次去采哦，就是这样，很粗的，嗯，我那种哇，让人流，嗯。以前我记得我住吉隆坡的时候啊，嗯，跟一般朋友啊，也是去森林采啊，采自己炒，嗯，炒不拉蛋，这个是最 organic 的，嗯。我称它为恐龙菜，恐龙时代就有了。还有一种油脂菇啊，啊，油脂人才有了啊，但是也是要小心采啦，它有那个石去喷那个毒液啊。对对对，那个是香。鸡肉菇啊？不是不是，油脂菇。油脂菇啊？嗯，他们油的渣丢弃了，在路边啊，尤其下雨过后哦。阴天的时候啊，就伸出来，一颗，圆圆的，很好吃，很香。那个简单炒姜就很好吃。嗯。这些新鲜的东西啊，嗯，都是越简单炒越好。对啊。